也還有這青花菜目前也來進入這盛產期哦，抓緊的介紹算是真好哦，但是上個月這公平會介入調查，造成說這花菜這介紹怎麼落價，這一林鎮的黃新東民表示說，這青花菜是真歹來照顧，抓這今年受到這氣候影響，產量減少，這產量少介紹起是正常的，這公平會應該介入干擾。青花菜被业界认定是上佳营养的蔬菜，因素的价钱嘛，对得起关。今年七月到九月时阵，风台一直来，或者青花菜产量减少，相对价钱都起关。但是目前进入盛产的季节，这价钱嘛开始落啊。价钱好啊？价钱还好啊。对啊，我前几天我落啊真严重哈。嘿。落啊剩偌济？落啊剩十200块，是。一浪啊？一浪。啊，200块干好？成本靠靠弟弟的差不多尔。啊，暗顶无赚就对啊。赚，唔食赚啊，因为进农药啊贵，农药啊贵啊，肥料起价，油起价。无安尼哦。嘿。还袂好。袂啥会好。在一月时阵，一箱二十斤的青花菜当卖到300-400块，但是顶礼拜开始一直落，二十斤为100-200到200-200之间，这对农民来讲算是了钱的卖。农民认为公平会介入或者介绍来落。政治早晚是公平会打压，我应该是今年的气候才做歹过的，了了就着虫。安尼哦，公平会甲恁打压那个。哎，打压。啥那打压？伊就为台北龙山、台北卫化区介绍的啊，就是压落去，系啊，直接压落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，实际上是量真少来啊。量无讲介多啦。嘛算对。系啊，迄算气候的问题咧，好计。哦，啊，气压先算气压影响嘛，量足少就对啊。量袂算拄啊好尔啦，无通伤多啦。哦。袂讲供过于求啦。系啊，啊！你感觉公平会甲恁搭讪唔对啊？因为俗的时阵吼，公平会伊无咧出来个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好计吼，一手咧为遮农民直接咧牺牲因条啊。今年蔬菜价格会当讲是真好，上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产量少，这是花菜无算是好种的蔬菜。今年气候嘛影响着产量，也个品质，这市场的需求量比较较侪，所以价格起悬是正常的。公平会为着要稳定蔬菜价格来介入调查，或者市花菜价格是一直落，农民对公平会会当讲是真不满。据新闻小明凯立林报道。